哇，这次强化也成功了，只要开着自动狩猎就可以轻松地通过每日任务，然后用搜集到的材料来强化基本能力，就可以增幅暴击率和技能伤害，甚至还有额外伤害效果，就可以快速扫荡头目和副本。如果你也喜欢点阵风的 RPG， 就赶快下载来一起玩吧。